因为它的我们这个中华蜂的习性，放在这个营地上，它的出去采蜜它方便。第二的话呢，就是它这个防蜂雨、防潮，因为我们这蜂蜜蜜蜂必须要阳光照射的好的地方。第三的话呢，就是安全，因为我们神农架的保护环境好嘛，动物很多嘛，经常过来偷吃我们的蜂蜜啊，那个就像熊啊、黑熊啊、什么黄喉貂啊，经常过来偷吃我们这儿。